行驶国道客运路线的营业车辆是不得使用翻修轮胎的，而其他大型车辆的转向轴车轮在行驶高快速公路时也不得使用翻修轮胎，而不是转向轴的车轮若要使用翻修轮胎，就要使用经济部验证合格的有 VPC 标章的翻修轮胎。啊，这么严格啊？因为游览车及国道客运常常载满着乘客，而且长时间行驶风景区、观光景点等道路崎岖的地区，以及行驶高快速公路的速度又快、里程又长，非常容易造成轮胎耗损，所以对轮胎就有比较严格的规范，以防范因为轮胎磨损而导致事故发生，这人命关天哦。哦，人命关天呢。哦，对，怎么样才能够预防爆胎？要预防爆胎呢，有四个方面要注意。第一，载重方面，载重过高，除了耗费燃料之外，轮胎由于转动抵抗增加，因此容易产生异常磨耗，这样就会减损轮胎寿命，甚至发生爆胎的危险。那要怎样才算过重？那很简单啊，只要依规定的载重标准来装载就可以了。另外，还要使所承载的货品平均受力于轮胎上，不要让单边轮胎的载重不平衡。那第二项呢？第二项呢，就是速度方面，速度越快，轮胎的磨耗当然也就越快，而轮胎在路面打滑的几率也同时增加了。另外，由于速度快，所以轮胎的发热量就增加了，就容易发生故障。因此，高速行驶的车子建议于长途行驶时适度地休息并检查轮胎。哦，原来是这样啊。接下来就是胎压方面，胎压不足，轮胎就容易产生皲裂，增加异常的磨耗，而且当内部温度增高的时候，就会增加胎唇与钢圈的异常摩擦，因此这样就很容易产生爆胎。那胎压过高会怎么样呢？胎压太高，胎面张力扩大，容易使胎纹沟底皲裂，胎面接地面积变小，就会使刹车性能降低，并增加胎面中央磨耗。轮胎内层张力过大，缓冲性能降低，轮胎易遭外伤，并发生冲击爆破。啊，这么严重啊？是啊，因此轮胎要按照厂规规定充气至标准胎压，平日也要定期检查胎压。而新轮胎使用初期会因为发热而使尺寸增长，因而内压会减少，所以使用24小时与行驶2000到3000公里后必须补充胎压。那第四项是什么？第四项呢，就是副轮方面，为避免异常磨耗及轮胎超载的问题，必须确定：一、副轮的花纹相同，尺寸相同；二、相同的胎压；三、沟深相差少于4公里。如果我在路上真的那么不小心发生爆胎了，那我该怎么处理？哦，如果不幸发生爆胎的话，不用慌张，要保持沉着冷静，然后握紧方向盘，尽量避免踩刹车。将速度缓缓降低之后，停靠到路边，然后打开危险警告灯，并于车后50到100公尺处摆设故障标志，并在安全的情况下自行更换轮胎，或是寻求专业修护厂的支援。那关于轮胎的对调呢，有需要吗？一般来说，车头较重，加上前轮肩负着转向的任务，所以在正常的情况下，前轮会比后轮来的磨耗快。轮胎如果可以在适时适当交换，可以使磨耗以及疲劳平均化，这样子可以延长轮胎的寿命。建议你每10000到15000公里的时候进行一次调胎。那要怎么对调轮胎呢？如果是高性能的方向性轮胎，就要注意轮胎的方向。如果是一般的轮胎，通常有三种状况：第一，前后轮规格不一样时，在同一轴的轮胎就各自左右对调；第二，如果是后轮驱动或是四轮驱动的车子，就是后轮直接对调到前轮去，而在同一轴的前轮左右对调后再放到后轮的位置；第三，如果是前轮驱动的车子，就是前轮直接调到后轮去，而在同一轴的后轮左右对调后再放到前轮的位置。赞，你根本就是一本轮胎安全的活字典嘛。这样好啊，一方面可以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别人嘛。哎，没错。哎，丹内，今天真的谢谢你。不客气不客气。
车。压到你停停挨照，好多唔会笑呵。嗯，刚有好多挨变做百万小猪，你敢用个优良模啊？嗯，哈哈哈哈！按照就错啦，挨老公啦，做营业副机吼，绝对做唔得枪嘿，好在嘛，不负人啦。充电起来 ，knowledge 了解模啊？嗯，嘿嘿嘿嘿。哎，这是咩？公司的 VPN 啊？哎，当冲嘿呢？当冲的状态如何？你咧当冲烂铁的？啊，烂铁的哦。嗯。啊，要不然用咯？冇马给啦，你咧做烂铁的啦，我给右边你做位啊。不过我冇恁的呢。用办咯。我是用做的图片第二公司的产品，我去老右边恁的拿铁的。嗯。冇相干，系右边恁拿挨嘅。嘿嘿。哎，王东。啊，你呢？Vivian 查的检查用不得咯，用办啊！跟你那顺丰的粉丝表示出敌意啊！我有看呐，听下来。替你那顺丰吼，与助理那个规格表示，你看，二三五七六二十六 ，Vivian 那是一八五六六二十四八十一 H。古说也两条，你那规矩还无重要诶。古说王东啊，你你那吼做唔得本 VVN 的查用。刚业主朋友是黑马个意思啊？一百五讲的是你那个发图有一百八十五米的六六，是你那个变频比。你那高到你那发个比例，舒适也些，你那注意变。而黑表示一条你呢，是金枪才无内的呢，你呢？按用个你呢，高速个稳定性较好，转换个时间，作题个面积较大，作题力咪较强。迄讲，佮系用 B 来表示，加一条你呢做交叉前个结构。十四表示一条你呢个内径，也做台顺个侧径系十四英尺，而搭配十四英尺个挺强来用。八十二系最重个指数，表示一条你呢做最重个轻果含量。无强用个数字呢，表示无强用个最重。八十二表示一条你呢轻果个最重系四百七十五公斤。H 系速度个最好，表示一条你呢轻果安全速度系一点钟两百一十公里。无强用个英文字母表示无强用个你呢轻果速限。哇，小蔡，你个很多哦。哎，个公司有没得卖你呢？喊你打电话向土调查卡实差啦，真的，嗯，一条链的不得冇啊，嗯，冇办法呢，因为一下链的顺速度，古所爱玩链的啦，怎么跟呢？因为一下链的顺开跑，古所就算不起来，我都也冇办法保证唔会漏风。韩国链的顺的烂孔哦，都会出现链的的行驶时间崩塌，都危险呢。真的啊，那就麻烦你了，也爱公司 Vivian 的查呢。一定要付最好的服务哦。嗯，也听错哎，唔好搬蒙面子啦。我睇下你呢啦，我应该收机冇？哎，唔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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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笑口私情。哇，按到你呢？我牛汤啊。一个一个啊。刚下洗菜讲，哎，你呢个规矩好嘛？记得，我唔记得的，唔记得冇？我去当唔看啦。什么啊？哎，我都没注意呢。原来你那个法文有按多哦。是啊，无强用的法文啊，有无强用的功能哦。其实哦，你那个法文啊，是用来增加实查力、系统力、经验力，还有哦，做得广大收银，还有排水生意啦。原来系按样啊。而你呢，系出口的法文，提醒哦，系控制的方向安定性较好，传统的抵抗力些，大收银排水性好，还有较唔会忘物。还有乜嘅法文呢？还有环球嘅法文，加个提醒啦，系系统力、直通力、牵引力好，韩国看耐磨，适合用到拖拉机，还有一条太行车嘅后链。第三种系出环球法文，加个提醒啦，介于出球法文同环球法文之间。第四种系快充嘅法文，加个系统力、韩国直通力主动好，一般用到液压车，也系斜梯、冷奶梯用嘅。那我两种系个性两个链呢？分别是方向性的发文，还有非对称性的发文，这两种理念的高质较软，作体性能较高，用到高性能的插档个，做得使到行较紧，行较安全，做得控制的长度咪行较高。哎 ，Vivian， Vivian， 我第一规矩咧，我让住你呢。什么？小事情，小事情。Vivian，
丽丽，哎、欸，进度嘞？什么？跟你看追踪日期吗 ？Vivian， 也是你奶奶，有没有买个甜甜圈？那有买个追踪日期呀？有啊，唔开，也给啊。啊？五二零七，也看起来就冇像个追踪日期啊，伊个是你奶奶个编号啊。唔咩啦，你的追踪日期嘅表示方式系 CV 数阿拉伯数字，后两位数字表示十年内年份做嘅。前两位数字表示 T 几只礼拜做的，你看五一两七，就会投两千空七年 T 五十二只礼拜做的。你有没电脑？刚喊你请恁那个师姐洗菜讲话个呀。哦，你看，一个是厂牌，一个 Made in Taiwan， 一头恁那是台湾做的。哦，天好天卖哦。哎，去到恁那啦。好嘞。什么？唔使客气啦，唔等一下吼，我拿东西本。嗯，一张你的使用安全说明书本，什么？不是可以，一张说明书当重要，大家来按一篇本你的念下，然后就会照政府规定本记得一张，本记得的用你的给注意事项。哦，陈奶啊，嗯，拜托啊，好么？一张至少两多事，也未必那时间可能很哦，希望吼杀鸡的充电搞一下啦。好啊，简单讲吼，你的给使用有十台注意事项。第一，空台材要用空规格、空法文，还够使用相同条件的你呢。对你的套个理念来看呢、啊，就表示你得要用理念的基本常识嘞。第二，各种理念要将原创规天用标准的理念来组装，也给好你得要做到的。第三，要使用原创规天的台压，套去查查门的比注号，要贴纸说明规天的压力。譬如二是高速公路，它就要比正常台压增加每平方公分0.2到0.3公斤。噶，平常的时间俺用蛮量呢。当简单啦、啊。唔做买只台压机来测量，就做在底下啊。用个方法当简单，只要留台压机嘅测量后，用到你那个辅助嘢，几秒钟后，台压机就会显示出目前嘅压力系几多嘅。诶，做乜嘅你哋当好冇有三角形嘅牌子啊？嗯，冇得当好哦。一个三角形嘅字牌哦，叫做 TWI 字牌，系用来判断你那磨损嘅长度。同你那算，总共有六只地方有三角形嘅 TWI 字牌。投资票自己位的给你的面残高度后，有一只1.6mm的推气票机，也就会检查你的磨损的指标。你的面残高磨损到一只推气票机的时间，就应该问你的了。听，你的面也你的损有以上推气损伤，应该请专业人员来鉴评，师傅也该问你的。第六，问你的时间，风灾应该强化问题，还有风灾室内要疏散，防止你的地方的空气流体。第七，你哋戴好口罩，应该确实检查楼顶墙有霉膜，还可用擦骨水检查系咪有漏缝。第六、第七点，应该系你哋秘书长会做嘅哈。系啊，唔过喺讲咩啲一条常识哈，而家你哋安全，还可消费者权益，就做咗许多行家完整嘅保障。冇唔错，我想听从系个当好嘅秘书师傅哦。行做得啦。查下文章，我知道当安心。安子姐啊。给三下楼要注意个事项呢？三下楼可以提八点，特别视察之前要做行前检查，确保行查的安全。第九，用超过五年龄的，建议要天气点检来判定该买做的继续使用。第十，超过至少日期十年，建议要问龄的。唔准去就好好涂一张龄的使用安全说明书。哎呦，唔单将日嘅龄的知识要增加，还讲日嘅行查安全会行开有保障哦。好啊，是吗？唔是客气，龄的会好诶。我要吃看了吗？好。哎、欸，这一条恁的听听，你要不按到出事呢？王董啊，恁的哦，其实虽然可能无大念，不过呢，其实这茶叶味一条路面接触的两片当重要无？重要，俺妈底下重要啊！俺娘个蛮晓得啦，俺就唔相信做得讲出嘛个道理啊！唔讲看啊，唔讲看啊！你呢？具有四个主要的功能：第一，神速茶叶的重量；第二，向路面传送气动力到止痛力；第三，吸收路面的振动；第四，改变和保持茶叶室的方向。主要四大点喽。哎，讲到当好哦，没想到我们的公司卧虎藏龙哦。嘛个卧虎藏龙啊？俺断背山嘞，伊讲的吼，多吸个听听啦。后边还有三大点、五四点，俺没讲，记不住哈。王董，哎、欸，俺用 Q 下出差，很不能视察哎，俺用 take care 啦，俺希望俺还系做啥好哎。
我想管啦、啊，爱当好吃菜呀、啊。韩国爱食的菜吼，又夹又稳又好啊。错过你，他家都讲赞嘛，怎么？噶，你做行查前个安全检查吗？当然啦、啊，韩国爱第一检票要再年轻五呢，故说爱行家生意哦。哦，噶，你那个检查五个记得哈？爱当然记得啦，爱记得哈。噶，你做那道你那行查前检查？哎，你那个重要检查有两项，第一项外观检查，检查你呢系咪有角度、鼻贴、损伤，也系你呢系咪有卡度贴咧，也系膝头一条东西。第二，胎压检查，前胸部就看压力系咪强过。